遐有人装针孔啊！迄个武装针孔，就表示有人在怀疑恁两个歹啊！莫叫是讲恁安尼做，拢无人会知影。等你看，绝对袂顺你的意。我看伊哦，是因为阮妈闹胎，伊一口开无地头，才会找我出气。我即马逐工哦，拢在做化疗。 而且我搁爱食一大堆药安呢，我唔拿上吐下泻，你看我搁起红疹呢。安尼，一定就艰苦哦。再还搁讲哦。放心啦，迄拢是暂时的吼，放心。 放心，这到时阵，阮爸做法就好啊！哈，会当化解。我明仔载就要结婚了呢，我哪这个头毛敢会看嘞？我要变做全世界上歹的新娘啊！你明明就知影，不管是结婚还是你破病拢是假，你是咧气啥？我就是袂爽啊！为着即马代志，赶紧解决就好啊！警方已经知影如此事啊！ 讲啥？讲啥物是灵异班？我毋知影是真啊是假，非得警方认证是恁有他来底骨灰，就是如此啊！我找你好啊！啊，那安尼你安怎讲？啊，你讲我搞清楚诶！总算是用好啊！今嘛，我随都要互恁即两个歹人现出原形。放心啦，我拢送甲你哩，就算我变空，嘛袂去牵拖着你。 哥，人是我杀的啊！迄工人搁偷我嘛武器，那是红叶的。你放心啦，我叫单位去处理啊。是讲计划就要赶紧啦。哦，志同啊，几工啊无看呢？ 你个人变到乌打散呢，你看你个面，拢无肉敢出皮。哎呦呦呦，啊真唔甘哦，啊只看卖只。放手啊，这疼的啦！爸，我知影你看一段安尼小三落巴，你就唔甘的啦。伊也唔过伊即马身体足虚的，袂甘的，你见到了，该疼死我了。那是啥物疼死我？明明就找机会在讲偷掠。 痛，哎呀，歹势啦！阿姐吼，都较粗鲁，阿姨给你回信嘞，哈。哎呦，哎，哦，哎，这物件呢，那在本收藏啊。对，伊互林婉发现嘞，都甲等着啊。阿姐，迄工是你装的？当然是我装的啊。 你破病这么严重了，阮就烦恼了。专工到这针孔面对你的面前头，你有啥物状况，阮随知影，较免危险。哦，安尼哦，多谢恁的关心呢。子彤，你叫头毛啊？啊，无落几支，袂要紧。 子彤，你莫烦恼啦，啊，我就知影哦，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所以我已经派你甲公司传好，啊，拢炸来啊，你看。这啥？哦，因为我看伊落头毛落干呢，我就唔甘的啦，想讲规家如何讲，安尼就落头毛的问题啊啦。你是咧靠讲生笑？ 我明仔载就要结婚啊呢，把头毛拢剃掉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做上水的新娘啊？子彤，你爱知呢，在我眼中，
管你穿的什么款，你永远拢是上水的。子彤，别烦恼啦，将军哦替你准备好啊，看你是要帽啊，还是要头巾？将军哦，我替你准备好爱衫有衫呢。对啦，啊你看，我准备足济啦，啊看你介意倒一顶，随在你拣啦，吼。我知呀，我跟我已经无偌久啊，啊，不过明仔是我人生当中上重要的一天，我想要做一个上水的新娘啊，我嘛想要让大家拢知呀，过去迄个人脉佮无来在，林子彤已经无啊，今嘛已经是全新的我。妈。你妈也艰苦啦，啊！子彤，那呢，你得爱紧做化疗，把你身躯顶癌细胞拢甲杀死啊！你安尼吼，就是上水的新娘啊！我跟妹妹等婚礼办完再走。啊？这当然袂用的啊！这疗程哦，逐天我准时做呢，哪有一个无做？你今年所做拢白了工啦。对啦，就算讲你做化疗哦，做到要死要活，明仔我一定给你做一个上水的新娘，哈。王耀德，如意。啊是。是安怎？恁无请医疗人员的衫？刚刚，恁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人。现在不是在疗养院里面，所以不需要穿制服。来啦，我现在带你去。等等，我不相信你。你是谁？你较冷静啦，安尼啦，我摕证件给你看。安尼，你是不是就当放心嘛？哈。你赶快听我话，老婆！你放开，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！要搞你，谁敢放开？啊！廖凯宏，你在底家？我是来救你，是你不叫我讲，给。哪里啊？给你，给俺们走了，给你。你又回来，走，给你，走，给你。你想要抓子豪？我是你啊，子豪是万小阿姨。子豪，子。是家己顶头，较有可能伤到更加严重。凯宏，刘凯宏，刘凯宏，你赶紧清醒啊！你敢袂记？你之前是安怎伤害我，伤害凯白？彼时阵，你跟我讲，你真正绝对不起我呢。
我要回心的，我要亲眼珠看到你眉毛对开袂开起，你今晚哪会当倒伫咧遮？你赶紧起来啊，刘开宏！开宏，志聪，你怎想起来？我全部拢想起来，我的命是让白衣赢我去的，你去的可能会出啊，多谢你。是的，我告诉你，我都让你去查查。白衣姐，我不准你这样说，你一定要跟我做伙回去，要不你是要我怎样面对客户客户？刘凯宏，你别这样子对待我啊！行啊，可以的，可怜你回到我靠，回到我丢去，来，上去，去，刘华。凯宏。你跟阿舅变鬼看我，你听到无？小超，你看，你跟我紧走，还是好事啦。一旦有小路的时阵，你紧走啊，紧走啊，好。有机会，我弥补你。你是在讲啥？啊，Ha ha ha!